早上就听这楼下叮的咣啷的，也不知道姑娘跟那儿折腾什么呢，下去看看。啊，收拾厨房呢。嗯。这啥呀？酱。又买一堆东西。厨房的，这不海运到了吗？哦。等了好几个月，现在海运也慢。看这个地上这堆啊，原来都是在这个台面上的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在这个台面上堆很多东西，但是姑娘喜欢这样，她说用着方便。还有这个炉灶哈，她就喜欢就这样铺上这个锡纸。我呢愿意用完了以后擦呗哈。哎，这人家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，咱们呀不能多说，不是不敢说，是咱得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，对吧？洁癖的人看不了。我倒不洁癖，就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，只要是干净了就行。再一个，年轻人干活就不错了，咱别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打击人家。好家伙，这瓶瓶罐罐的没少买啊。你好看呀。刚才在那整的可整洁了，我看我朋友家有一个类似的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买了。啊，看着还行，我可是就是在家的时候就随手拿起什么瓶子罐子，有就用，有的用就行了，不喜欢买这么多东西。这挺好的，它这个就是。就是一倒就其实他在这之前也没少买，你看看就这东西，就这容器，完了就像这个油壶，这油壶，这盐罐，这不是原来这都有的用，不统一一点好看吗？我想家里看着整洁一点，要不然大大小小的在那儿放着也能节省点空间出来。啊，行，待会儿看效果呗。对对，你先拍点别的去。好吧，别老盯着我了。好吧。换完了，没有干活的不是，只要你肯干活，总会有收获。看看，整齐多了。闺女辛苦啦。还好，还好，不错不错。